喵啥小啦？为什么又玩邦？现在邦加罗尔是有被 buff 吗？为什么最近好像很多人在玩邦加罗尔啊？还是这是狗粉？狗哥的粉丝是不是啊？也最近也太多邦加罗尔了吧？虽然说他有时候是真的蛮强，那个烟雾真的 有时候也是蛮烦的，但也就是有时候而已。敢都不要跳啊！老子他妈直接跳这里，操你妈的！真的我不撞哦，对我都不跳，妈的！又给我滋，咚！也另外就去扁他们的啦，准备开战喽！炸死嘞！这哪不爽、啊？剩333呢、欸？大家都只有三个人，不是只有，大家都三个人。为什么是这队是打架局？是不是？应该不会烫到我吧？哇，这圈完蛋了！干，感觉这里的石头跳起来变冰。另外一队是哪？好像在下面。我其实刚想开，我想开去那里干，我觉得不行。干，另外一队应该在下面，我觉得啦。另外一队不知道在哪。
bind you. Recharging shields.哇，没办法，上面那组位置超好的，好不爽哦！为什么邦家没有大、啊？467怎样啊？000467，好不爽哦！这胖子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打路人场是这样啊，有点小吃队友啊。队友很重要啊！你看那个刚如果稍微慢一点倒的话，搞不好我们也不一定会输。可惜啊，那个大胖，感觉就不太会玩，他感觉是垮上来的，他好快就倒了，对面还没出招就倒了，就很像玩傻 po 的人呐、啊，妈，然后玩幽冥那种，就只会躲在后面，然后啾，等他真的等他没有队友的时候，或者是关键时刻，他就真的只能白给，烂，你怎么那么烂，真的好不爽哦。嘿嘿，这里应该还有一只吧？妈的嘞！真的好不爽哦，一大堆人呢、欸。这机器人不要再倒了，真的。妈倒三次了，倒不够是不是啊？
又倒了 ，What the fuck？ 不是啊，后推一点啊，那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情报角，为什么一直往前推啊？无言。好不爽哦，怎么一直倒啊？对哦，真的好不爽哦，怎么倒的、啊？哦，干你娘嘞！不是，就没有情报角，为什么要自己走运送啊？